这个月国庆连假，休假多，点阅率也比较高，应该可以上看到13到14。龙镇的中秋节柚子的点阅率嘛，袂歹啊。要有新意啊。就莫名其妙那一个还不错啊。那个有多少？2000多人就代表是2块多美金了。怎么飞过来啦？警长，小乖啊，又飞上去啦！哎，快点去哪里啊？其实早就都分析得很清楚了。你这个人一辈子会花多少钱，会在哪里花钱买什么东西？不要说哪里啊，你就是说谁们都已经帮你分得很清楚了。我有去看啊，对啊，因为就蛮多人点的。啊，你那影片多人点的话，他的推荐率也会增加。所以我有时阵，我主页一开起来，就看到你的影片有被推荐了。爷，要关你在开船啊！你的头发太长了。这个是你的歌还是？关机了。原理关机。这是什么？我在家里流血。那有擦药药吗？有。有啊，那有戴一个头发吗？有啊，在这里。健康过来，乖，刚刚那个蛇在脖子上。要把你的马杀，要把你的屋子围起来。那你要吃一口。我来帮你爸爸用。
不要了，你们去那里玩。